神君何在？鱼禀明堂。下遇巫祝，上晓阴阳。就是那边。只有通过了神君的考验，才能得到能够射落金乌的神箭。但就算在鱼渊城，也很少有巫祭见到过神君的相貌，留下的只有关于神君的传说，所以燕燕有点害怕。你们这些东周人天天总是谈论神神鬼鬼的，算了，结果好就好办。对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，我们就在这等你，听你的命令。行吧，这儿还能听到几声鸟叫，也不算无聊。谁说不是呢？之前来奇兰广场可比这次难受多了。你就加油吧，小姑娘。嗯，妍妍一定会加油的。鱼渊城巫祭候补燕燕，拜见神君。局长姐姐，神君要告诉我考验的内容了。神君的口谕了，这是非常困难的考验，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完成。第一个考验是去汤谷打两盆金乌的洗澡水。
这真的靠谱？这小姑娘翻译的对吗？东周的神明是不是脑子有坑啊？嘘，你小点声。这话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去汤谷打金乌的洗澡水，这正常吗？还有什么做一份杜若花炒鸡蛋，我都快把新城的花店翻了个底朝天了。刚才小姑娘神神叨叨的，别是被狂恶侵蚀了吧？对呀，还总对着空气说什么神君神君的，会不会是精神？局长姐姐，你说燕燕传达的考验真的很奇怪吗？燕燕没有着急，只是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够，把神君的话理解错了。在传说中，神君大人一直都是威严无上的存在，他不会出奇怪的题目，也不会被别人笑话。那奇怪的人，闹笑话的人，果然就是我自己了。书上是这么说的。我会努力的。听到深渊的呼唤，我不擅长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上。我是有人要被吃掉了。如果这幕剧再来一次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？是切换。
那么，我的工作。